随着世足赛热闹的开球，选手们在场上使用哪一种高科技的战袍，不止备受粉丝关注。天天热爱外出运动的美国民众，最近还流行起一种可以排汗、防晒又美肤的全新机能衣，而且是台湾制造。从外出慢跑、登山健行到日光浴，细数美国民众最爱的各种户外娱乐，几乎都要享受阳光。不过，对注重美白又怕晒的亚洲人来说，可是相当吃亏。不过，不少眼尖的美国民众最近就发现，华人社区开始流行起一款专利光疗的防晒美白衣。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是目前台湾制造，而且研发出来是有智慧的布料，让你把所有太阳光里面坏的全部帮你拿出，留下对皮肤最好的光源留给你。强调阳光当中对身体有害的光波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元凶，也是让皮肤暗沉长黑斑的最大杀手。因此，透过台湾专利的光线隔绝技术，不只能360度完全无死角的挡住有害光线，更重要的是留下对人体有益的可见光，可以让漂亮宝贝夏天出门运动不再害怕晒阳光。因为它留下来的光波就等同于你在打医美，所以你越晒皮肤胶原蛋白会增生，你越晒到太阳，你穿着这套布料只要晒到太阳，你的皮肤会越晒越白。更可贵的是，这款专利光疗的防晒美白衣所保留下的可见光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增生，帮助改善肤质，且产品还获得台大医院烧烫伤中心主任认可，相当适合注重美白美肌的姐姐妹妹们，天天晒太阳，肌肤更加 Q 弹。这一块布料也是所有皮肤抑制实验全部高达最亲肤婴儿等级，无毒无害的。肯定台湾纺织业历届世界杯以来获得多个国家队指定使用100%台湾制造的环保塑料球衣外，现在透过全新光疗专利，更要帮全天下爱美女性，今夏不怕穿太多热到受不了，穿太少晒得满身黑。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